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旅育发学院的学长张哲瀚。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毛发专家吴文玉教授来给我们上课，干货满满，赶紧记下来吧。年轻人总是自嘲头秃，吴教授有没有什么自测方法可以教给大家呢？最近啊，脱发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，困扰了很多的年轻人。那我们在临床上面呢，会给大家提一些小小的检测的方案。第一个呢，就叫拉发试验，可以用几个手指轻轻地拉住20到40根的毛发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你看你手上有几根头发，如果没有，那就说明你没有脱发。如果有超过了2到3根的头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就要警惕，你可能有一个活动性的一个脱发。还有一些患者来说的话，如果发现发量越来越少，发际线上移，那么发缝稀疏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。那么大家呢，可以通过测量发缝来判断一下，看看自己有没有脱发的风险。那我这边的话呢，有一个发缝尺，这个发缝尺呢，它其实上面标好了一个刻度啊。我们说我们正常人的发缝一般是2到3个毫米，如果你一旦出现了超过5个毫米的时候，你就要警惕了，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有脱发的症状。一般来说，脱发的原因会有哪些呢？脱发的原因呢，是因人而异的。临床上面最常见的脱发类型呢，就是雄激素性脱发，又叫脂溢性脱发。它其实就是跟遗传和激素水平是直接相关的。除了雄激素性脱发，还有像斑秃啊、休止期脱发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脱发类型。那么有时候呢，往往就是和精神压力大、内分泌失调啊、自体免疫的异常啊，还有像微量元素的缺乏等等的因素呢，都是有相关性的。非常感谢吴教授，今天讲了很多防脱知识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